我曾多么期盼你的到来，可是现在，我甚至害怕你出现在我的梦里。 活着抢不到人，死了还想挣扎？哼！你们过来吧。信妃懿旨，让咱们教奴房在十天之内做好300套校服，要在太后百日祭祀之前做好。不过你们洗衣房向来人手不够，所以今日只提2人。 其余的人还要继续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不得有误。碧轩、冬儿，你们两个跟我走。哎哎，你们快放下手中的活儿！信妃娘娘，请。奴婢叩见信贵妃。我来巡视一下校服的制作情况。 太后百日祭祀，非同小可，所以你们也不得马虎。娘娘，这就是你们教奴房做出来的校服吗？按照宫里的规矩。 你们拿这种粗制滥造来糊弄皇上，是要杀头的。不过，百日之期将至，我就网开一面，给你们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小桃红，将这些残次的校服给我烧了，你们重新做吧。都是你们这群废物，惹怒了新妃娘娘，看来。 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管事，现在不是动气的时候，要想办法赶制那300套校服啊，要不然怕是咱们这些人都要掉脑袋呀！哼，都是你们闯的祸，想要活命就给我熬夜赶制校服，还不快动手！跪着有个屁用啊，一群蠢货！ 看来这个苏曼河的目标是我，小桃红，是。这种下人的活儿，岂敢劳烦新妃娘娘的近身之人，就让奴婢代劳吧。请娘娘过目。嗯，这一次做得不错，要再接再厉啊。 拿着，呀，小桃红，还不快向这位宫女认错？就算是再下贱的宫人，也不可以随意践踏。人都是有尊严的，还不快！娘娘言重了，相信桃红姑娘不是有意的，还请娘娘不要责怪才是。 至于奴婢的贱手，皮糙肉厚的，踩两下也没什么，让娘娘费心了。小桃红，我们走。碧轩姐，你没事吧？许碧轩，你出来一下。碧轩，你的机会来了。冯嬷嬷，您的意思是？ 孩子，我打听过了，这些校服会由咱们教奴房的宫女负责送到各个宫殿。不止如此，还要有一部分送到宫外的一些重臣手中。你就趁着这个机会，逃走吧。